弟兄姊妹接落嚟，我哋成为蒙福嘅一群嘅时候咧，我哋都起嚟为咧香港嘅疫情咧继续去守望。琴日咧宣布又再增加咗咧124宗，有6宗源头不明嘅个案，而单系葵涌区咧就增加咗64宗，总共咧有276个个案，而葵涌村嘅个案亦都咧輻射性的散播去到全葵星，多棟大廈咧都變成疫下，包括咧喺我哋武塘、荃灣611旁邊嘅荃灣花園、榮華閣都發生咧懷疑嘅垂直傳播。而另外咧，我哋都知道咧，大埔咧有污水嘅樣本呈陽性啦，黃大仙、鳳凰新村嘅髮型屋嘅等到咧都有爆疫嘅情況。整個地方咧都好需要咧，我哋起嚟禱告，特別咧係為母堂咧起嚟守望。另外咧，亦都有交通嘅事故，我哋繼續咧為呢啲事情咧去守望。琴日朝早9:00啦，亦都喺葵涌有個紅 van 咧失控鏟上駁，11人受傷。到挨晚6:00咧喺長沙灣大埔道啦，同樣咧有一個私家車咧就去鏟上行人路，亦都有1人受傷。好冇咧，我哋都起嚟，我哋为到全葵青咧去祷告，大埔啦、黄大仙，如果你有亲友或者你自己住喺嗰度咧，我哋特别咧都要起嚟咧去祷告守望，亦都系当中咧去问候、去关心咧当中嘅人，让神嘅爱咧去保守，特别咧为到母堂去祷告，我哋先为咧疫情去祷告，好冇？我哋嚟开口祷告，主，我哋嚟到你嘅跟前，主求你咧嚟怜悯。特別咧係喺全葵青呢個嘅地方，葵涌村咧真係人心惶惶，亦都喺木塘旁邊嘅荃灣花園發現咧呢個垂直嘅傳播。我哋知道我哋都有弟兄姊妹咧同工咧住喺當中，主我哋求你去憐憫，你嘅平安咧特別去臨到高陽保全完全嘅去覆蓋裏邊，唔單止係全葵青，我哋大埔啦、黃大仙啦等等其他嘅地染疫嘅地方咧，我哋都懇求你喺當中咧嚟設立咧呢個嘅火場，主要讓咧呢啲被有感染嘅人咧唔受感染啊！感染咗嘅人咧，都能够咧快快嘅去康复。将当中咧好多担心嘅人啦，好多心唔平安嘅人啦，你咧亲自咧去安慰佢哋每一个，亦都求你咧让我哋起嚟，主我哋可以成为咧呢个爱嘅管道，呢个咧平安嘅使者咧，去关心当中咧嘅我哋所认识嘅人。主你嚟使用我哋，主我哋嚟仰望你，主我哋咧接落嚟都为到咧。这个交通意外祷告，你有没有家人或者你自己是揸车的，好不好？你特别为这些驾驶人士你去祷告，我们提名去祷告，你身边你的家人你自己，我们逐一是驾车人士，我们都去提名祷告，求神的平安临到我们，求神的怜悯临到我们，保血高羊保血完全覆盖我们，让我们完全有种有平安的，在路上是能够有平安的，也都我们所成日经过的道路，我们都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差派天使在当中来保守，是零意外的，我们起来祷告。主我们来到你的跟前，主你为到我们的家人，我们是开车的，特别求你去保守，我们出他们入，求你特别的去看顾他们，主在路上你差派天使在当中来保守，我们要零意外的，主不要让我们的家人在当中，我们所识的朋友去受伤，主在这些意外的当中，我们宣告你的平安，我们宣告耶和华拯救啊！2022耶和华拯救啊！主我哋宣告你嘅怜悯咧、恩典咧临到我哋嘅里面，主我哋多谢你，我哋起嚟祷告守望，因为你系垂听祷告嘅神，主我哋多谢你，多谢你喺我哋嘅当中帮助我哋、带领我哋、保守我哋、祝福我哋、应许我哋，听我哋嘅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嘅名，阿门。诗篇37第五节，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，并倚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，并倚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神今日透过这一章的圣经告诉我们，提醒我们当将我们的事交托耶和华，并倚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将我们心里面的忧虑
将我们心里面所担心的事情都交在神的手中，相信神，用信心支取神的平安，让我们心里面充满从神而来的平静与安稳。神一定会看顾，神一定会保守，一切的难关，一切的困难终必会过去，神的平安却要在我们的心中永存。这一节的经文，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，其实也是很有名的这个的David Livingstone， 李文斯顿的座右铭，他被称为非洲之父。他所做的事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他将科学、将医疗、将福音带到去非洲的内陆，他是第一个将非洲的详细地图画出来的人，他是第一个将现代医学带入去。但是这个路程一点都不容易，因为他面对的是猛兽，他面对的是食人族，蛮不讲理的蛮荒之人。但是当他面对这些食人族的时候，将福音给他们，在多次的危难当中，其实他身边有枪，但是他一枪都没有开过。他常常都是用这一句的经文，他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。他说李文斯顿说他一生最大的平安、最大的保护来自于神。他相信他将他的事交托给耶和华，胜过身边那支手枪的能力。这个是李文斯顿，他改变了整个的非洲大陆。今天我们都要用同样的信心将我们的事交托耶和华。 COVID-19 算不得什么，困难算不得什么，我们心里面有一位可倚靠的神。我们一起来祈祷。主耶稣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圣灵你将这一句说话放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放在我们的灵里面，使我们的灵因着你的话语可以来到去站稳。主耶稣，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主啊，我们将我们所有的事情都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求你为我们来到去成全，我们宣告我们在一切的急难当中选择单单的来投靠你，来倚靠你。我们要将你和我们绑在一起，以致到我们坚稳永不动摇。主啊，求你保守我们心中有从你而来的力量与平安。主啊，在惊惧的时候，在恐惧的时候，我们心中仍然以你为王。主啊，当你为王的时候，一切的洪水都不需要惧怕。主啊，求你将一份这样的平安放在我们的心中，成为我们的力量，成为我们的帮助。主，我们多谢你，听我们的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感谢主，我们今天神祷就到这里，愿主祝福大家。